耶稣施行的神迹令人震撼惊叹。在马来西亚，著名画家曾经将作品送给国家最高领袖和演艺人的陈介宝 Alan， 就创作了十幅以耶稣行神迹为题的作品。这幅作品名为《创造、更新与复兴的恩手》，有钉的手代表耶稣为人类牺牲被钉十字架，另一只手就代表他复活之后钉痕仍然在他手上面。在幅画的底部，你会见到一些烟，代表我们的罪恶、疾病。当你倒转去看那阵，就会见到耶稣担当我们所有的罪，而他亦都有赦罪的权柄。今日你愿意将重担交给他，承认自己的罪，紧紧牵住他的手前行吗？如果你想应献神迹系列的作品，支持新乐God上帝之子报道运动，可以打来22096280，凡以20000元或以上应献30寸×30寸的仿制画作，可获取上帝之子电影门票证4张；凡以10000元或以上应献20寸×20寸的仿制画作，可获取电影门票证2张。作品《创造、更新与复兴的恩手》及《圣灵感印》更有真迹画作，凡以50000元或以上应献，均附送电影门票证10张。请致电22096280应献十大神迹画作，支持新乐God上帝之子报道运动。